那签书会要签的书，就是叫做书名，就叫血轨啊，血轨。那血轨的意思就是讲说，把这个我们宗派里面呢发生的这些这个，现在等于是我们宗派里面呢，全宗派都在闹鬼。也等于他，我们宗派里面的人很多，那么全世界都有，就等于全世界在闹鬼啊！全世界现在正在闹鬼，所以你们看了这本书以后呢，就怎么样知道防御自己，自己本身有防御的这种能力。我觉得最重要的，你要观想啊。师尊住顶师尊住顶，然后你要念这个莲花童子的心咒 Om Guru Lien Sen Siddhi Om 啊，这也是产生一种力量出来。另外呢，你要念这个大力金刚咒 Om Mahabala 啊，Om Mahabala Soha Om Mahabala Hom Hom Pei 啊，要念这个咒，请这个大力金刚做我们的护法啊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，然后以大力金刚或者五大金刚神，这个不动明王也可以，这个大威德金刚也可以，大幻化王金刚也可以啊，另外喜金刚啊、圣乐金刚、密集金刚都可以，等于可以把这个门窗全部安上金刚绳，就可以结界。